大家好，我是 PMI，好久不见了各位。来，我们在更新之后呢，到了第60关之后都是随机网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没有实际上完完全全用最基本的流派给它打上去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次就来吧，不用任何的星骰，用的是传统目前可以走最远的祖月流。不对，攻击方是主月，然后我这边呢是元素，所以叫组合主月配元素，元素转移，对，主月配原子转移，哎，这样才对，这样才对，对，算是一个最标准的流派啦。因为原子本身的伤害真的是有点夸张，当前打6%，到后期他们会有一种攻守交换的感觉，变成原子在主打伤害，然后变成组合再收头就对了。然后呢，转移的话，毕竟初期主月是很重要的啦，所以说转移就是给主月钱就对了。OK， 那这个玩法基本上初期要前期不崩，后期就没有问题了。那我们的团长呢，爆伤现在是1192，然后带来是小丑生长、月亮组合跟适应。对，就是很标准的主月流。那我这里也是非常标准的转移原子流啊。对，是原子适应转移小丑跟生长，然后暴击是1106%。不过我爆伤这里是没有用，没有差别的，因为毕竟转移是原子是不会吃到爆伤的。OK， 我们现在第五回合，对面应该已经稳起来了，那我们就直接到后面去看一下呗。好，那这边如果大家有玩转移的话，应该都知道，就是每过11关、21关、31关到41关，那个钱是会往上增加的。然后目前到第41关之后呢，就会是最顶最顶了，不会再增加。对。明明有新王出来，正常来讲的话，新王出来应该到第51关吧，好歹也帮转移给升强一下啊，不然的话就这样而已，你知道吗？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第50关了，还是可以轻松点。然后现在对面是64 combo， 毕竟没事就挂着，然后我再给他钱就好了。而我这里的状况呢，其实算不错，我觉得不知道是新王的关系吗？对，我的版面整个会。比以前轻松多，不像过去一样要一直整理版面，一直整理版面，应该是因为随机网的关系吧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第61回合，是一个狮王，不过有狮王就一定会被吼掉，不过就算被吼掉，基本上伤害也不会太大啦，对，也不会太大。然后我们对面的团长开始来招骰了，因为毕竟这个玩法初期算是很轻松啊，到后期才会比较过分一点点。然后我这里现在招了980颗。不对，97颗，然后钱还有3万多块，可是3万多块在这里大概只能招个20颗吧，因为毕竟钱会一直往上增加，20到25颗左右啦，我相信。好，那我们就给他再往后跳个10关呗。好，来，我们刚刚的血量很像是720几万，来，我们看第70关的王的血量有多少，我们就顺便给他10关往上看吧。然后第10关是咱们的转王啊，干着有点干，血量是1700万。哇靠！直接十关超过2倍耶！天哪，1700万，好，没有，那我这边虽然被转的有点惨，但是就可以开始丢钱啦。那对面的状况还是很稳的，因为毕竟有月亮跟组合，在70关的情况下，血量1000多万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没有任何的伤害。然后这个时候我钱对，丢的有点过分。我在这段时间丢了50颗以上，然后钱还有继续上去，因为毕竟转移啦。对，我这个钱是忍到很后期，就是把转移给逼到极限，越晚丢转移的话，你的钱会越多。OK， 我们70回合就给它结束了，现在是1148颗，丢148颗骰子出去。那现在到了71关，王的血量已经被削掉了。来，我们看到72关就好，刚刚是1700万嘛，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的蛇王有多少，这边削到一半，已经剩下500多万了，真的是光转移的血量就有30几万了，干，有没有那么夸张？好，来第72回合的蛇王，哎、欸，没有，还没出来，还没，我还在招，我还在招，有了2100多万，所以直接多了400万滴血。好，来，我们再去看一下第80回合呗。好，来，我们一样给他加速一下，因为毕竟只要没有转王、没有狮王的话，元素队很像真的会无敌，你知道吗？只要没有遇到的话，好，就说讲完又来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第80回合的血量，刚刚是1700万，现在血量来到了4300多万，这乘以2.5倍了，对不对？1700万的2倍是3400万，他刚是4500多万，对不对？一次直接乘以2.5倍嘛，所以等一下90关的血量就是1亿喽，
若是 2.5 倍的话，4000万嘛，1亿。来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81关，我们去看82王的血量，魔术师82魔术师，来给他上去吧。那现在有，因为我那边有一个七星的关系啊，所以七星在血，然后王又走很慢，真的是有点过分啊。对，如果这个怪物这个关卡有办法把转王跟那个狮王拿掉的话，等于是无敌了，这个无敌，这个玩法是无敌。然后第825100万。很好，来，我们直接去第90回合看一下呗。好，来，我们一样再继续加速一下，发现这样加速真的是很棒。然后魔术师一直来，我一直被炸掉，只是魔术师还蛮伤的啦，一次就是一整颗大颗的就不见。如果炸到高星的话，好，那第90关是咱们的封印王，算是很可爱的角色，血量有9300万，又没有到1亿，哎呦，这次血量反而没破亿。OK， 来吧，我们就从这边给他开始，给他看到底好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到第90王，王的血，对面的 combo 数98 combo 暴击一下是100多万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这个时候还是组合在主导整个伤害就对了，还没有到攻守交换的地步。我记得是到大概100关之前左右会出现一个攻守交换，对，那个血量又在往上突破了，导致组合的伤害比起我转移的伤害还要来得低。以初期而言，然后组合再去来收头这样子。好，现在血量来到了1亿啦，正式突破1亿了。那我这个地方它还可以，只要月亮有点亮的情况下还 OK。那月1亿的血量走到这边，有一颗七星而已，就已经削掉了将近现在2400万，削掉了76%，哎。应该是吧，应该是吧，因为刚刚是1亿，对不对？然后接下来的王是，还是封印王，对，只要不遇到转王都没有问题，不要遇到转王，不要遇到狮王都是 OK 的，所以一颗七星就可以削到76%，两颗七星就是76%的平方，1.76的平方，对，应该是这样吧，不对，是。算了，不算了，不要算，不要管，不要管。好，我们在94回，王的血量是1亿2000万，直接增加20%。所以王的血量是20%，20%这样复利增加上去，有了。第94回合之后，我们两边的攻守就交换了，没错。对，到这个位置攻守交换，这边就要靠元素了。原来94是一个上限，不过因为他的组合还没有，组合的月亮没有点满。如果组合月亮、不是组合月亮没有点亮，月亮如果有点亮的话，应该还行，再盯个几回合，盯个几回合这样。但是十等组合在月亮没有点亮的情况下，已经出现攻守交换的方式了。现在这边是我主攻，然后组合来清小兵跟那个剪头就对了，因为伤害变成我在主打，我这边打完的伤害会比对面打完这一条还要来的凶一点点，还要来的凶残。但是收头的话还是得靠对面才可以。好 ，OK， 处理掉了。来第96回合，希望不要是转王，又是一个封印王。没有，是97关之后啊，97关之后，王的血量是来到1300多万。这样我加20%嘛，加20%的话，刚刚1200万应该是1400多万了。对，他的趴数到底加多少，真的不是很懂，反正都是很过分就对了。然后每十关的血量应该是两倍，没错啦，啊，每十关跳两倍，所以说就算我今天伤害乘以2，顶多就是打十关而已啦。这边还可以给他盯住，还行还行。再看下一关的王，这时候就算还没点亮，我们还可以盯。是魔术师，魔术师对他那边还比较好，对我这边比较干一点点。如果他炸到那个七星的话，我的伤害会瞬间少很多。可是对那边，其实不管炸到哪一颗都可以解救，甚至可以让月亮点起来。对，能到一关，能过一关是一关，还可以过，还行。这个血量有点危险，不过我最后面还有一个四星的在血。OK， 过。来第98关的魔术师血量来到了1亿5000万。哎呦，他是不是有点放缓了？然后他把我的七星给炸掉了，而且已经开始没钱了。就算带生长，这边的金钱也会到极限，就对。这个时候应该就得用科隆骰了，不然的话，可是科隆骰要撑到后面，等于是真的也是蛮拼的，就对。炸了第二颗，不过对面的月亮点起来了，有没有办法攻守再交换一次呢？99回合，小兵的血量就已经有。小王现在就1亿4000万了，有了，果然月亮点起来，攻守又再换回去了。所以说月亮给的伤害真的很过分，真的很过分。不过接下来来的是转王啊，大家都知道转王是出二名的会躲伤害的一个技，会躲伤害的一个王，尤其是躲元素，你知道吗？好，血量来到1亿7000万，没有办法，有，还有三颗在血，还有三颗，不过对面完全没有伤害了，对面的伤害。没有原子，没有组合，没有月亮，什么都没有。我这里呢被他完全躲掉了，什么都没有啊！干这个人，他是活的，这个是活的，这个是活的。
没救了，没救。不过至少我们破到了第100关，就算最后一血还是没有办法血到。OK， 第100回合拿了200张卡片，好了，我觉得还算可以，就等于是算是标准玩法，也是可以到100关的。对，如果要另类的玩法，用克隆骰的话，可能可以硬挤啊，往上挤上去，不过风险就会变大。反正这个游戏就这样嘛，如果你越稳定，伤害就越稳定；如果你风险越大，你今天运气好的话，那个伤害就可以给他突破极限。如果对方我的 I 叉再丢上去的话，说不定伤害再更高。如果这样破防的话，这个感觉应该有可能可以达到110关吧，因为顶多加2倍嘛，对，两倍一倍嘛，两倍的伤害就是10关的血量嘛，对不对？10关王增加的血量 ，OK。我觉得大概就这样，大概就这样。OK， 之后我们再来测试其他爬塔的玩法。好，那这影片就到这里，我是 PF， 我们下次再见，3、2、1，拜拜。如果什么组合想要跟我分享或跟我一起演示的话，就在 Discord 里面私下留言给我吧。好，那这影片就到这里。另外 ，Discord 群已经开放了，如果想要跟我聊天或跟我一起玩的话，欢迎进来吧。虽然我不常出现就是了。